前方200公尺进入隧道，请开头灯。那提早进的。对啊。这个可以进去啊。可以可以，我回去弄一下。哈这超北南的。距离这么短，还要这样吗？他现在就是前方1公里有测速照相，小心驾驶。哎，又来了。前方200公尺进入隧道，请开头灯。那提早进的。对啊，这个可以进去啊。可以可以，我回去弄一下。哈这超北南的。距离这么短，还要这样吗？他现在就是前方1公里有测速照相，小心驾驶。哎，又来了。前方1公里有测速照相，小心驾驶。我一定要进去吧。我在旁边，这很北来的，他一直要超不超的看。快一点，往东南，还是不要去玩。对对，我也是很怕，我都不敢坐那个云霄飞车，又很怕高。我也是很怕高。白色是被他逼车的那个。往西南。对，就是开始被他逼车。
他们就是有结怨，是不是？这种飞船还是不要去玩。对的，我也是很怕，我都不敢坐那个云霄飞车，我都不敢。又要怕高。我也是很怕高。白色是被他逼车的那个。往西南。对，就是开始被他逼车。他们就是有结怨，是不是？来一点 ，OK， 好。好，那现在跟你请问，就是说，因为您常常往返台北宜兰走国道五号，那您在什么时候有碰到一个蛮夸张一个状况？跟我们简单聊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大概6:50几的时候，然后就有两台车吧，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然后反正他们就是从我旁边经过，然后有一台车就是他的逼很近这样子，然后忽然的就往我这边在雪山里面跨双白线这样直接往我这边切过来，又把他逼对向车的那个车把他逼过去，然后超越他这样子。那您可以看到，您会觉得这两台车是在追逐吗？不确定呢，感觉很像是啦。嗯嗯，那您讲一下，您昨天晚上是从您从在哪个路段到哪个路段看到这样的状况？比如说是从南港端到宜兰端吗？大概就是刚进雪隧后，他们就开始，然后他们就大概几分钟之后就没有了嘛。因为他把他超越之后，然后结果又出就是南下，然后往宜兰的方向，然后出隧道之后，他们又开始这样子，嗯，就很危险，在我前面这样子，这样子，就是，对对对。那有差点碰到你吗？就是说那个状况差点危及到你的行车吗？他那个刚进雪隧那个时候，差点就是他是忽然切过来，我的距离其实很近啊。就是感觉就离很近，然后差点就是被他撞到我后来就是赶快刹车，我就离他远一点这样。嗯嗯，那你会不会觉得说这种状况蛮夸张的？尤其在这个时间车流应该蛮多的。对对，在下班时间。对，然后因为我就是往返这样上下班，就是其实是大概有快一年了吧，我第一次遇到这样，蛮夸张的。这样子，那像这个状况，如果说您就是说，因为您常常在通勤嘛，那您就您的反应来讲，第一时间你碰到这个状况，你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其实就是蛮害怕他波及到我，所以我就是赶快远离他。对，嗯哼，了解。那像这个状况的话，你会希望警方有什么样的作为吗？第一时间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说赶快跟警方通报？那还是说您希望警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这个我其实也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作为啊，就是我不知道。对，嗯嗯，不知道，就看他们有什么作为啊，看是不是他们这个两个车真的太夸张了。嗯嗯嗯嗯，了解了解。那以后您这样子的话，会让你走雪隧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有压力？有，其实蛮恐怖的。对，这样子哦。你会不会雪隧蛮就两条嘛，然后他们这样子我在他旁边我很怕。了解。那最后一个问题跟你请教，就是说因为雪隧有将近13公里嘛，那也就是他刚进了雪山隧道就开始这样子追逐，会不会觉得整个隧道这样子追逐真的是蛮夸张的呢？对，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他进了雪隧之后就看到这个状况，一直到出雪山隧道嘛。中间部分，因为我后来因为他的那边的车比较慢，所以我就慢慢远离他了啦。嗯嗯。所以后面的我就不知道，因为我就赶快想要远离他，我不想要在他旁边。可是我好像看到出隧道的时候，好像
他们还是继续在追呢，出隧对对对，出隧道之后，他们又再继续追啊，就是换另外一台啊，另外一台对他，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奇怪是怎样，我不确定，但是就是，会不会觉得说他们之前有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行政纠纷？你认为你猜了，对。我不知道啊，可我觉得可能有，但我不确定呢，因为是他们是是。后面出雪隧的时候，他们那个有一台车又差点擦撞到墙壁，很嗯嗯，恐怖。了解了解，好，那大概就这样子，那 OK，那这样就可以了。好，好，好，哎，先等一下，先等我一下。不大点，那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投诉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在16日晚上，有民众提供影像，在雪山隧道前后路段，有两车在争道行驶，疑似有未规定变换车道、未规定使用头灯、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之违规。是，那会到这样的话，会处以什么样的一个罚款呢？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规定，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之罚款。由于这个违规项目不同，警方可以分别举发其违规。本大队将主动联系当事人，提供更进一步的影像。如有涉及危险驾驶以及公共危险事项，本大队将依法侦办。小姐我刚刚有给你看两段影片嘛，哦，那就是在雪隧的，有点类似逼车的状况。那你看了感，你之后你的感觉怎么样？就很危险呐，而嗯哼。且你在行车当中这样故意超人家的车，会影响到隔壁车子的问题。然后如果不小心碰撞到的话，造成翻覆还是什么的，那很危险，在隧道里面很危险。嗯哼。那因为它又是在雪隧里面，然后雪隧又不能够超车，这样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状况？就是会不会觉得比较夸张一点？有点夸张。那你自己有碰过这样的情形吗？没有，那如果你碰到的话，会怎么办？远离他们，这会样子，降慢我的车速，远离这样这子。样子哈，OK。像我刚好给你看两段影片啊，那就是在雪隧的这个路段里面，有两台车疑似追逐逼车这样子的哈。那你觉得这个状况会不会有点夸张？很夸张，很危险啊，而嘿。且。在隧道里面本来就不能超车啊，而且你又这样逼车，而且旁边还有其他用路人，你影响到别人怎么办？这对样，吧？那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形，你会怎么办？你说我是旁边的车对吗？对对，那我这是减速，能减速就减速，能加速通过就加速通过，不要在他们旁边啊。那会考虑就是报警吗？或者是如果旁边有其他有副驾，后面有人会请其他人处理这样啊，这样，OK。